好兴奋哦！把球拍给球长。现在出现了多达14度的碰撞。早安，现在是9:50，还超多人的。我来带你们看一下有多少人。好兴奋哦！你知道小天的物理治疗师，他每得一分，他都会怎样吗？他叫高姐。啊，高姐，每得一分，他都会这样。然后拍照，我来跟你介绍我的 OOTD。哦好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是穿蓝色加白色吗？为什么？小戴配色。小戴的球衣不是蓝色就是白色。你知道他今天穿什么颜色吗？白色、蓝色。蓝色，因为他昨天穿白色，所以他今天会穿蓝色。但是我比较喜欢他穿白色，所以我今天是蓝白配。他今天真的会穿蓝色，因为他昨天打学生机他穿白色的。他这一季，他整个这边全部都是穿白色跟蓝色，我很懂，好吗？你知道他以前都穿什么颜色吗？什么颜色？粉红色。但他现在长大了，他现在只穿蓝色跟白色。我喜欢他穿白色。如果让你亲眼看到小戴跟一个顶尖选手比赛，你最想看到谁？陈宇飞啊。小戴 VS 陈宇飞，那第二名呢？安喜，安喜，为什么不是三口茜？都可以。那小天呢？李子嘉。李子嘉。你不想看他跟安塞龙打吗？哎呀，我比较喜欢李子嘉。你比较喜欢李子嘉？那那个嘞，骆建佑呢？也不错。骆建佑跟李子嘉。李子嘉。李子嘉。那林洋呢？你没有研究。印尼吧，印尼的冠军呢、啊？印尼冠军叫什么名字？忘记了。就想看到小戴跟谁打？陈宇飞。陈宇飞。嗯。那第二呢？宇飞是最棒的。啊不不，宇飞不是最棒的，宇飞是第二棒的。最棒的是小戴。哦。对，但宇飞很棒，我很喜欢他。哦。然后呢，第二名哦。对。安喜赢或三口茜。哦。跟我一样吗？我想看那个小炫炮。你干嘛抄袭我？是我先的。那小炫炮。那周天成呢？周天成哦，周天成稳定度不是很高。周天成哦，不知道哎，我希望他，我想看他跟安塞龙打。哦，安塞龙。对，因为他有赢过安塞龙、哦，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再加油，哦、然后赢安塞龙。OK， 那林洋配呢？林洋配我就没怎么研究。OK， 林洋配呢，就是我觉得失误率要少一点点。哦、OK， 但是他们的杀球很帅。哦啊、然后我很想要知道那个土银啊，为什么不帮那个他们准备无袖的衣服？因为每次那个林洋他都这样子，然后、啊、我不帮他们穿无袖脚，为什么要穿短袖啊？再拉起来？那个土银哦，帮他们准备新的无袖制服，自己剪掉就好了。那你知道小天的特色是什么吗？很粗啊，很粗、啊，穿热裤。他的招牌就是穿紧身热短裤。哦。然后呢，右脚还要再比左脚高个1.5公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很特别。你有没有看过小天的手臂线条？你有没有先看过我的？你的怎样吗？就白斩鸡啊？什么啦？干嘛？干嘛、啊？手臂线条。我说不知道，那个小天等一下中场的时候会不会脱衣服？他的上身很养眼。他上半身的线条很赞、哦，然后他的手臂的肌肉，哦 my god， 然后那个场边的迷妹，场边的迷妹就会尖叫，然后他的那个腿就是叫吧，傻眼。就是今天的那个决赛的门票是非常值得的，因为有什么？有三本书。
然后我今天的小愿望是可以在现场喊那个咿呀，你会带着一起喊吗？不、好啊，满足这个小愿望。Okay, 起来拖地，然后再回去平球。尖叫！哎，他那个右脚的裤管可以放下来了。右脚裤管为什么这么高啦？可爱耶！怎么这么可爱啊？他们。现场很多球迷举着周天成加油的看板。主持人在上网，周天成现在出现了多达14个冠军点，20-6。球迷跟着小天一起嗨起来，这也是周天成相隔了1050天之后再度拿下巡回赛的男单冠军。对，那相信这个对他来说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。哇，小天感觉要丢东西哦，相当的有趣啊，跟现场球迷互动，我把球拍给丢上第二层看台。今天来到现场球迷朋友有福了，可以拿到小天的原味球拍带回家做纪念。那我们要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亚军日本代表队选手奈良冈东大 The Rona Open Men's Game for the Naraoka Rock to Play。 恭喜我们的冠军中华台北代表队选手庄彦成。
冠军点。李阳、王麒麟，感谢。麒麟救到，跪在地上再救，这一次的防守相当漂亮。这一球真的很精彩哦，可以看到麒麟是用坐在地上的方式去坐回去，而且手还不忘拿球继续防守，先跪再扑然后再跪，王麒麟为台湾守下了这一分。 Thank you。往前短兵相接，连续两次连贯的进攻，台湾组合收下分数。球带向后场，这是麒麟的机会，大马依然是守住了。把铁板平收掌，非常漂亮。想要中间做一个换拍，大马组合打到断线了，应该会来主攻这一点，没有错。哇，不过这边背后救球，连续几波的防守，大马组合都打得相当漂亮，在球拍断线的情况下，依然是留在场上。哇，希望我们可以守住。扫向了空档，再救还是有。李阳选择不打，拖到了界外。拿下了关键的分数，在技术暂停前11-6。中华台北代表队选手李阳、王麒麟，请。The runners of men's double finals are Leon and Wang Qilin from Chinese Taipei。结束疲累的一天，因为看球。看球比上班还累耶，怎么这样啊？我们今天坐了多久？坐到 VIP 区。对，不小心坐到 VIP 区。等到12点开打，打到6点。哎，我们今天的场地真的很棒，就是我们坐到的位置很棒，就是那个 VIP 啊，我们的那个视角非常的棒。你要问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走蛮到 VIP 的吗？我告诉你 ，I don't know。那你觉得今天这个球票值得吗？可以啊，很棒啊！可以看到戴资颖跟周天成拿冠军诶。对啊，我觉得林洋也打得很精彩，只是就是最后就是没有绷紧。对。然后亚军。小可惜啊。对，小可惜，但是还是很厉害。就是那个女单、男单冠军都是台湾，就是很棒。啊啊！尽力就好，尽力就好。我们下一次要去巴黎看戴资颖比赛。那个戴资颖要先去一下。对，那个小天要打进去哦，哈，打进去我们要一起加油哦。累死了，有够累的。那下一次再看到三个人同时进决赛，然后可以用一张票解决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对不对？三本住了，就比较少机会。而且今天那个小戴没有丢球拍、欸。啊、冠军你也捡不到，冠军怎么可以不丢球拍？
don't know。 啊，然后那个小天脱了四次衣服，他还丢了冠军球牌。我比较想到他脱衣服丢给我，丢给你。哎，他有四件，你要几件？一件就 OK 了。很是，然后一样很可惜耶。然后我觉得比赛比到后面就是大家都很累，所以就是中间有一小段就是没有加油声，但是后来就是他们又振作起来，然后全部的人又替他们就是大喊加油，就蛮感人的，对不对？ Yeah。 但我觉得最烂的点就是台北场没有鹰眼。这个台北场冠军赛没有鹰眼是一件超级超级超级无敌傻爆眼的事情。然后中间有好几度选手很想要挑战，就是比一，但是都没有，就是没有鹰眼。Sorry， 台北场，对不起你们。怎么啦？我们下次巴黎见，巴黎见哦，加油哦，明媚的一天，拜拜。